说真的，因为我真的一直都用美若康，而且我从黑色带到褐色，带到灰色。哇，其实很多代。而且你知道吗？灰色有一种灰色有一种不空灵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空灵。这有一点那种很不像人，有种仙气，我觉得。对，气质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会因不同的场合带不同颜色的放大。整个其实除了有帅气的外表，而且你觉得演戏有时候因应不同的角色，那个眼神呢，能够传达出你想要表达的你的作品啦，你的这个角色跟戏剧的价值，对不对？演戏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戴透明的浴袍，汽水罩浴袍。但是如果拍照啦，或者是想要点一下粉丝的时候，像今天有这个近距离见面是粉丝福利的时候，那你今天戴什么颜色？我今天戴新样客，新样客，我要讲错名字吗？没有，新样客，我也是戴这个颜色。可是你是棕吧？不是棕，我的是比较浅的那个。对，我的是比较深的那个。哦，有配到你今天的发色。我刚看眼睛就点了。真的哈、哦。哎，不要再眨眼了。手机没电的人，快拿来让我看一看，电就会充饱。好。那我接下来要介绍我的。你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他今天很不巧的，刚好挑在七夕情人节，试出了他。你看他现在旁边在坐立难安，一直动，有没有？一直动。怎么会很不巧？让你紧张久一点。很刚好他在七夕情人节推出了他的首张单曲，已经数位上架了。对，已经上架了，而且我今天一早就对你。过了，现在就请他本人演唱这一首热腾腾的最新单曲《鱼之梦》给大家听，掌声鼓励嘛，这时候要掌声。我心想说，你都没有这样大声，我觉得这现在，今晚想念，给昨天，想念，想念，
镜子，你知道吗？我头变大了。哎、欸，没办法，为了美肉汤，就是把我的哈士奇帽子戴上，再搬出来哈士奇。好了，我要送你一个东西了。一年份的美肉。你有礼物是不是？我也有。哎。我必须的，太塞了啦！好，护照护照护照啊！太棒了，这样我们就有一年份了。对对对对对，戴不完戴不完。那我。相当大盒啊，实体不会那么大盒、哦。那我可以六个颜色都要。六个颜色都要，哪六个？你要不拿出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那我也拿。噔噔噔，美肉汤赞美彩色细水胶日抛，总共有六个颜色，包括新样褐、新样灰、新样棕、带黑、棕色，还有紫色。对，我还没戴过紫色。那你要不要现在戴？现在吗？Okay, 好，希望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跟我一样有一些就是眼睛比较小的问题啊，或者是眼睛比较无神的这些心魔在，就可以试试看尝试我们的放大片。那放大片的话，因为它的透氧可能没有透明的隐形眼镜这么好，所以呢，选择细水胶绝对是很推荐给大家的选择。没错没错，宋伟恩从以前就一直在跟我推荐美肉汤，所以我那时候会认识美肉汤也是因为就是伟恩的关系。然后现在就是大家如果想要让眼睛更漂亮，那就可以线上购买。是不是还有活动啊？什么活动呢？是不是还可以抽我们的那个？哦，你晒单活动吗？对，没错，就是抽什么晒？防晒？就是把购买的证明。就是跟小编联系就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美若康还有一个藏头式的活动，大家可以到美若康的账号里面观看详细的规则。然后会抽什么？会抽我们的签名的镜子、镜子、提袋、提袋跟签名照。还有，是不是还有一个一元试戴的活动啊？没错，还有一元试戴的活动。一元试戴很棒哎、欸。对啊，因为你不觉得我们曾经买的隐形眼镜当中，我们也买过很多不适合自己的牌子吗？那如果花1块钱这样试试看，那你们一开始试的话是先试什么颜色呢？我你说如果现在要试戴的话吗？还是说我们自己个人？就是你自己的话，我自己的话我是会试戴黑色。你配你的头发？对，因为我头发跟我一样，我一开始戴黑色啊。对啊，可是你现在头发是有做一些造型跟颜色，所以我今天戴了褐色啊。对对对。看得出来吗？有啊，看得出来，有星星在里面。没有啊，哎，你看，有什么表面哦？是真的里面有星星。我跟你说真的，星样褐里面真的有星星。哎，我们要不要先把这个？好，先把这个。我的眼里有星星。对，你的眼里有星星，非常的明显。谁说有吗？来看啊，过来。现场直接跟。对啊。跟人家吵架。好爱吵架。哎。对，就是那个一元试戴的活动，还是要特别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常常购买隐形眼镜，我们一次都是可能要买一整盒，或者是双周抛之类的。但是这次的话，一元试戴的活动就可以先试试看。如果说适合你的话，或者是你有想要试不同的颜色，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挑选到自己最适合的隐形眼镜。那小智，你知道吗？除了挑到自己觉得适合跟喜欢的颜色之外，有分日抛、周抛跟月抛嘛，对不对？是。那你有没有曾经为了省钱，把日抛当月抛，把月抛当把周抛当月抛？你有没有这样过？哇，有，老实说有。我之前就是日抛，可能带着以后可能是出去玩，然后忘记多带了，然后就会再多带一天。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然后之前还有双周抛，我也会带到忘记自己带了带到就是哪一天开始带的，然后就会继续带下去。然后那时候都跟自己说带到自己觉得不舒服再拿掉。可其实这样隐形镜带到你真的不舒服的时候，其实已经很耗损自己的眼睛了。
如果有导播来得及给他上画面，有没有？就是不好的示范。对，不好的示范，真的不好的示范。所以你不觉得就是戴日抛真的？戴日抛就好了。真的是首选。我也戴过松豆抛，我也戴过年抛哦。对。但我真的还是觉得日抛是最干净卫生的，尤其是像我们的工作可能是需要拍戏，那拍戏可能场跟场之间会有休息，这个时候我们就，好，我们今天如果是戴双周抛的话，我们想要让眼睛暂时休息一下，那就必须拿下来放到盒子里面，然后要戴的时候又要再重新洗一次再戴上去，但其实有时候休息时间没有那么久，那你戴日抛就很棒啊，就是直接拿掉丢掉。要上戏，马上再戴副新的。我在拍戏的时候，真的就有发生这种事情，我就可以随时都维持，让眼睛维持在有神的那个状态。所以那个日抛，那个干净，那个新鲜度，还有方便，对不对？对，卫生了，非常卫生。而且现在不是大家都还很担心这个肺炎的疫情吗？所以有时候搞不好你来不及洗手消毒怎么办？所以就是让自己。随时都可以拿到最新鲜、最干净的，对对对对，然后比较不会有那个空间跟时间，不晓得跑进了什么细菌进去，对不对？当然，戴隐形眼镜洗手还是必须的，现在都必须要洗。那你们自己戴隐形眼镜的这个生活当中，都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眼睛呢？保养就是说，比如说，就像韦恩他选择日抛，我每次戴都很新鲜。那除了这个方法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就是让自己眼睛比较舒服的方法？其实，因为我们的工作时间比较没有那么规律，对，所以有时候可能会一次工作非常久。比如说我们拍个如果拍广告好了，最多甚至有到二十几个小时起跳的。那我们不可能就是跟剧组的人说，对不起，让我们眼睛休息一下。所以我觉得日抛就是对眼睛非常好的日抛的隐形眼镜。没错，而且你可以替换，就是当然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尽量让眼睛适时的休息，对，不要戴超过放大片不要戴超过八个小时，透明的不要戴超过十二个小时。那有时候如果真的逼不得已的话，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卫生还是最重要的。请选择日抛，可以把对眼睛的负担降到最低。真的真的。我们这个戴隐形镜的那个时数，其实我觉得都是一，就是当然是最久是八小时或者十二小时，但是就是说你戴的时候是比较不舒服的，我觉得就是可以，当然是以自己身体的状况不舒服就拿下来换一副新的，或是让它休息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对眼睛比较好的一个方式。真的，我想分享一件事情，因为我在排练场的时候，有其他的，就是前我的沙姆雷在上礼拜刚演完，然后在排练场排练的时候，就有前辈说他眼睛好干，然后你眼睛有时候甚至真的发生过，不要说是谁好了，你眼睛掉出来那种，因为我们冷气房真的很干，对对，然后导演就说：“那你可以尝试看看美乐康啊，那个宋文很极力推荐美乐康。”就哇，怎么连我身边大家都知道？我真的，因为我就是。所以你们现在剧团里面大家都戴美乐康了吗？我正在努力，持续推销了。但是我觉得他们，我真的可以当那个这样自己讲还不太好，我可以当什么形象大使那种，因为我真的到处去推荐美容行，就是眼睛该是美容行，眼睛该眼睛色是美容行，我先都被推坑了。那不然的话，就先一元试戴看看嘛，我要戴了就会屌了，真的哦。而且我是一个真的比较一定要强调，因为这真的是我用好几年的产品啊，然后突然找我合作，我已经吓一跳，想说哇，这真的是有缘分，你知道吗？天啊，有缘分这三个字从你的。很老派吗？很老派，对不起啊。对。但我真的很务实，因为如果真的没有这么好的产品，我应该是不会在这边花这么多，哇，那么几笔的钱给他。就真的是真心啦，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感情啊，还有这种情人节这种气势，就是要分享这些很真心的东西。那像刚刚这个韦恩一直在说自己眼睛小或什么，可是你不觉得现在男生不是流行说欧巴小眼睛很有电吗？而且我发现他们两个。哈密瓜。哈密瓜。坎萨哈密瓜。阿本达特里米卡。横膈膜上面是胸腔。不要乱讲。这个我听得懂。很像韩文有没有？那另外小四的眼睛就是双眼皮，那种圆圆大大的很可爱。所以呢，小朋友才做选择嘛，什么单眼皮、双眼皮，我全都要，对不对？对不对？来，掌声来一下。那你们需要对镜头示范一下，什么就是单眼皮的那个放电魅力，
然后双眼皮也有双眼皮的魅力，要怎么放电呢？我通常只有在拍照的时候比较会放。你需要快门声吗？我知道这边可以支援。对，现在在 stand by， 他等拍你的那个帅照。这一台没错。好，那我放放看。手机拿出来啊，没电了，拿出来充。哇，好帅哦！真的很像。可以吗？好了好了好了，好尴尬哦！哦哦哦！你演舞台剧，好尴尬啊！居然怕尴尬，这样怎么行呢？那要换小吃。我们在排舞台剧，哎，换我了。在，对不起，我再打个岔。在座大家有看沙姆雷特吗？有，你们应该知道是剧中剧里面。因为我也在做那种。好，我先跟大家互动一下，因为剧中剧嘛，就是演员在台上要救来救去救场。对。然后，哇，又断线了。你要用眼神来。对，用眼神，然后你可以在眼神里面，就比如说我如果戴美若卡，又要再讲一次，就是我今天如果是戴黑色，人家其实就会看到我是戴黑色。然后我们在场上救来救去的时候。就可以很明显看出对方的眼睛现在是什么颜色的放大镜，这样子颜色都可以看出来，太厉害了。伟人刚刚说他如果今天戴黑色，别人就会看到他是戴黑色。谢谢。我不懂。我知道他的意思，就相当于说在非洲一分钟过去了之后，相当于台湾过了没错。哎呀，名言警句，是不是这意思？是不是这意思？是。好，来，快小智，你怎么放电来？那我要对哪一台幕？啊，好，玩一把。我们来看双眼。哎，牛肉汤，很电。哇，皮肤好好，没化妆这样哎。你看那个卧蚕，多可爱。可爱，好可爱哦，可爱哦。好，谢谢。好，那讲到他们刚刚用眼睛放电，帅不帅？帅。太小声了吗？线上更多的这个粉丝朋友一定很想加入现场的我们了、哦。好，没关系，但是我们还是要来难得的这个情人节见面会哦，让大家来知道更多的韦恩跟小智。那他们演技除了有电之外呢，我想知道，像你们如果呢在认识新的朋友或看到新的粉丝朋友，你们都先看他们的哪里呢？一二三，眼睛。谁的哦？谁的哦？真心的还是谁的啦？没有啦，不得不承认，因为我们从事表演艺术工作、眼神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对，你在每一个当下，不管你是在演戏还是你在唱歌，你的内在有没有饱满，看眼睛最清楚。所以有时候其实选择放大片的话，就可以稍微隐藏一点点自己那个内心焦虑的样子。我自己是这样啦，因为我常常在不管是接触到人群啊，或者是比如说，我上礼拜六演出舞台剧，演出真的非常的焦虑，那个从眼神里面都看得出来。所以那个美若康戴上去，焦虑就不见了。我觉得是可以让你更有自信。哦，比如说你像我这样远远看，你眼睛就这样亮亮的，真的眼里有星星哎。真的，我手机刚剩30%，我要想拿出来充电一下，对，帮我充一下手机的电呢。所以这个戴上去会更加的有自信之外，所以眼神会讲话。对，所以人家常常说什么无声胜有声，其实真的是靠眼神在交流。对。那像小智虽然说是唱歌，那你觉得眼神跟唱歌有没有一些连结的关系？或者说你觉得你唱歌也是需要一些眼神的穿透力？我觉得唱歌或者是不管是我之前跟韦恩演戏的时候，也是常常有很多眼神的交流嘛。就其实我觉得眼神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所以在认识新的朋友的时候，也是都会注意就是对方的眼睛这样。因为我比较习惯讲话的时候是看一看眼睛这样。你看眼睛多重要，就是要买美若康嘛，对不对？掌声。来，这个画面呢切换到这个大荧幕给两位小哥哥看一下，就是眼睛呢有不同的这个眼眸的颜色。那韦恩比较喜欢哪一边的眼睛呢？你喜欢哪一个颜色的眼眸？左边。为什么？我觉得它有一种
他有他跟我，我觉得这眼神好像跟我有一点接近，是他有一种想保护自己的感觉。你想保护自己？听懂吗？对不起啊，我常讲很抽象的东西，你能听懂吗？你会讲很抽象的东西，应该不是带美若汤的关系吧？不是，我觉得空灵的感觉，它有一种会让别人想要多看一眼的对的样子。音乐不要乱说。好，对不起。开玩笑。我觉得灰色有一种魅惑的感觉。对。哦，那小智呢？小智喜欢哪边的眼睛？我选右边的那一个。哎，你们两个抢菜。比较浅棕色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夏天啊，也很适合这种比较亮的颜色，然后就比较活泼的感觉。那我刚好戴的是右边的那个颜色。哇，很漂亮。真的哦。那我们这样子的距离，我眼中有星星吗？有星星，手机也充到电。我学这个好，星亮中，对，我戴的是星亮中。好，那如果说像你们啊，都会看人家眼睛，那你们在看女生的时候，也是先看女生的眼睛吗？还是看哪一个部位？也是眼睛。也是先看眼睛。那韦恩呢？我看到那有人讲，莫名其妙的。那看女生，你先看哪里？你要跟我说内心哦。看内在，眼睛是真的蛮重要的，因为我喜欢诚恳的人。所以我觉得，眼神是骗不了这个人诚不诚恳。那你觉得什么颜色的眼睛，像刚刚给你们选择吗？你觉得什么颜色的眼睛看起来比较会有诚恳的感觉？乍看之下，诚恳。我觉得，来这边有六个色标可以给你选。诚恳，应该是我今天戴的这个颜色吧，星耀褐，因为它不会像，黑色那么炯炯有神。太锐利。它的褐色是让别人有一种舒服温暖的感觉。所以你今天这个颜色是你自己挑还是经纪人帮挑？我没有讨论过，但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颜色，不然我因为我的公司都知道，其实我很多自己的意见，所以一定是我自己喜欢我才愿意做。我觉得你是想搭配你的米发色跟这份绿茶，整体造型啊。那当然，本身帅之外，那个颜色也要挑到就是刚好适合他们，那看起来整体的感觉就会更加分。那今天呢，那个像凯涵姐姐我呢，自己戴的就是他们的星样棕。那我刚刚问小智说是眼里有星星，因为它是属于有星星的系列。有星星吗？因为我看到星星的系列，因为我们戴同一个系列不同颜色，我看到那个眼睛这样一闪一闪的。那我觉得美若康的镜片很棒的是，除了戴的舒服、透氧量还要透氧量足够之外，我觉得它的直径不会太夸张，然后它戴起来非常非常。就好像我原来的眼睛就是这个颜色，所以不会很像整个人失真。哎，你们男生看到女生戴那种夸张无敌放大镜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是一种他在保护他自己。你会想要更真实的他，对不对？对。其实笑什么啦？我说真的啦，真的啦，我自己是这样。因为据我自己知道说，像有很多摄影师在拍作品、拍 model 的时候。他们其实不喜欢 model 戴太放大的变色 OK， 但是放太大，很多摄影师其实不喜欢。就是想要看到真正的他们跟那个灵魂的感觉。所以大家戴美若康的话，可以呢，很自然、很漂亮又很有电，而且戴八小时哦都还不会干，这是他很厉害的地方，对不对？哎，还有再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你们还有这个藏头诗的活动，你们准备的礼物是什么呢？我们准备的礼物提袋、签名提袋、镜子、签名的镜子、好、签名照。好，那大家应该都还有在我们的脸书上继续来支持我们，再帮我们多按几颗星好不好？好。那你的心一定要给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们。虽然大家今天聊天很爱聊，但不要忘记今天情人节，还是要留些情人的感觉啦。
好，因为今天的这个，或者说现场20位小姐姐妹妹们都非常的幸运，可以来到现场啊。那很多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的呢，还好我们网络无国界，所以呢，我们制作单位啊，也帮你们啊，就是整理了一些海外其他，哇，有澳洲的，有马来西亚的，有香港的，有月球啊，不，他说他是月球上的脚印，不是来自月球。Anyway， 你们有很多地方的。那他们有一些不同的问题啦，哦，那我们就准备来发问咯。好，好，第一题，哇，真的是来自于澳洲哦，澳洲的客人叫做什么？澳洲的客人，澳洲的客人，澳洲的朋友啊，好，他叫 Rita， Rita 说，如果能变成对方一天，想要做什么呢？我如果变成送人一天的话，我应该会去打篮球。我懂了，哇，差点让你要讲这个。身高绝对要很打，还好吧？你有没有看《灌篮高手》？没有，因为里面有一个角色，就是他也没有很高，但是篮球还是打很好这样。但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不知道是我差的点哦，我想看演唱会，因为够高，哦，就不会被挡住，演唱会不会被挡，会被骂，电影院会被讨厌，都会看舞台剧，看演唱会，演唱会。我是没有经历过，因为我真的看比较少，但是我真的曾经看舞台剧，因为太高，后面的人差点，我差点跟人家吵架，我打到底，就是太高了，真的是天塌下来，跟别人吵架，对，你是因为喜欢跟人家吵架，他明明都自己爱吵架，好不好？好，所以小智希望，如果你们交换，真的你想要打篮球，我应该会想要唱一整天的 KTV。因为你知道现在唱 KTV 要戴口罩吗？我知道。那如果戴口罩唱一天，你可以吗？那还是先不要，好像有点闷。再晚一点再换。对。好了，开玩笑，但是还是提醒大家，防疫还是要做。虽然我们现场的粉丝朋友们，大家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啊，没有拍到他们，可是他们都有戴口罩哦，给他们这个掌声，真的，大家虽然很开心，防疫都有做好哦。好，所以呢，一个想打篮球，一个想要唱歌。那我歌声很好。歌声很好听的，他唱歌真的很好听，而且他刚刚只是让我说忍一下，我就觉得，不是正式来吗？而且可以这样子唱现场的人真的不多。今天应该，今天是我第一次就是对着粉丝唱，所以我刚刚紧张到不行。哇！今天是第一次对粉丝这样现场唱，而且我们虽然说现场的人这样没有很多，可是我们在收看。直播的朋友非常非常的多，好，我们还有其他地方的粉丝朋友们想知道、想发问哦，来知道我们这个韦恩两位啊、有什么样的想法？好的，月球上的脚印啊、这个就来自于台湾啦。好，他说，身为一位演员呢，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怎么去解决呢？身为一位演员，应该最一开始遇到的问题，应该就是因为角色他毕竟他可能有一部分是跟你是贴合的，可是他并不是完全是贴合，所以要怎么样进入那个角色，是我最一开始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困难。那怎么去解决？我觉得就是多认识那个角色，然后可能跟导演沟通，然后会再去认识他更多，去知道他的不同的设定或者家庭背景啊，或者成长经历这些东西之后，就是要用一个。更有同理心的方式去设想说这个人他会怎么样行作出来，这个是我后来想到比较接近完整的解决方法。那你可以举例分享一个角色他做什么的，然后你怎么去认识他，你怎么去融入他？比如说去到他的生活环境，因为可能戏一定会设定他的家。比如说你现在讲的这个角色，他是什么样的角色？现在想到的就是之前拍跟我们一起合作的那一天，然后那时候就是也有去他住的地方，然后去看他的环境，然后去设想说他在学校的生活状态会是什么。我觉得那时候解决方式是这样，然后或者是去看看他爸妈留下来的东西，然后去想象他背后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你觉得唱歌比较难，还是演戏比较难？有的还在学，可是我们看起来感觉好像唱歌对他来讲比较简单，对不对？
唱歌其实也不容易哦。当他们进很多歌手进录音室，一首歌可能一天都还是不满意录不好的哦，这都很难。好，那这个韦恩呢？你演戏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怎么解决呢？遇到最大的困难应该就是眼睛干嘛。对，所以这时候就应该要买我们的。觉得这是一个困难，他们也专业的肉汤。说真的啦，因为真的有时候拍戏时间真的太长了，所以眼睛干的时候，导演就要你有神，那你就必须挑一个真的很厉害的眼睛。拍戏的时候，就是因为要吃比较多的光，就是现场会打比较多的灯，眼睛会容易干，眼睛会更容易干，所以就是要选真的是适合自己的，然后要透氧一点，然后戴久一点的，对不对？哦，说真的啦，是眼神啦，我觉得眼神一直是我一直想要追求在戏剧表演上面的一个目标。我觉得今天如果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一双眼睛来演戏的话，怎么样演的让人家知道你想说什么故事，这其实很重要。其实很多戏剧的经典画面都是在于那个眼神，那个回眸。但是我觉得有米洛康这样的镜片，也许你可以配合不同的光影、不同的角色，然后换不同的瞳孔，那个眼球的颜色，其实也是有帮你做加分。因为我这样看你的这个眼睛，就是觉得，你就是线条其实是很明显的，然后包括就是你讲的眼睛里面有星星，这真的不是话术哎，因为你知道眼神那种发亮。就觉得说它是个有灵魂的眼睛，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些眼睛是眼睛，但是没有灵魂？其实说真的有，用这样讲的话，有，好回答你，不要再我怕我失言，你怕眼神真的很重要啦，对，眼神真的很重要。好，那我们就等一下一条啦。好，昨天是马来西亚的国庆日哦。好，马来西亚的朋友叫多拉。好，因为是情人节，想问问恩智，如果跟另一半吵架，谁会先求和呢？所以恩智，你有另一半了吗？没有。如果异故，如果哦 ，OK。我以为你要说好，下一题。不行，我们要问。如果以后你有另一半。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是说，你会希望对方先求和，还是你愿意你先求和？我觉得，感觉他会先说求和。我如果跟别人，可是我觉得也不一定。如果是跟别人吵架的话，我不是那种一定要觉得说我就是绝对是对的，或者是我就觉得我要无条件的道歉，就是要看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然后去沟通，然后可能我会先示弱吧，但是不会先道歉，就是还是要沟通。小智很聪明耶，我觉得你人缘应该很好，就是很好相处，然后用一个很有智慧的方式去处理这个人际关系。不管是感情或朋友，都难免可能会吵架嘛，对不对？好了，那韦恩呢？韦恩感觉是吵架王啊。这个称号不好听，不要。我绝对不会示弱的。才刚说不要这个称号。可是我就是说真的啦，真的不会示弱，吵架的。不要说另一半了，跟朋友也是，跟家人也是，跟长辈也是。我可以跟我妈冷战一个月不讲话，国中的时候。那你知道到最后为什么讲话吗？因为没有零用钱。我是这一种很拗的脾气，那我觉得这就是我妈。我觉得合理的去包拥抱自己的某些特质是做自己。演员最大的课题就是要去面对自己的困难。那如果演戏演到一个角色，就是说你要去示弱，然后一直跟对方狂道歉，而且对方还不理你，有关于演到这样的角色，你要怎么克服呢？因为你不是这样的人啊，怎么办？可以啦，做得到，因为来龙去脉理解了，逻辑理解了，然后动机理解了，其实都是做得出来的。因为表演其实是一套非常有系统的，是，对，所以其实不太担心做不出来。真的是很认真、很用心的演员了。还有我们来自于中国的粉丝朋友白兔糖，你们和对方做过什么浪漫的事情呢？除了仙台看星星之外，啊，什么话？对方做过什么浪漫的事情？除了仙台，因为情人节嘛，所以会问一些比较跟浪漫有关的问题。浪漫，
我觉得近期上次拍，就是我差点迟到，很忙。哦，就是他有帮我买早餐，我那次我超感动，因为那天是一种浪漫，那天下大雨，然后我真的压线，我再差一分钟就迟到了，根本没有时间买咖啡、买早餐，他通通没有。哦，我就哇塞，真的这个真的很贴心，而且你知道吗？他买都是就是 share 的那种，比如说一包糖心蛋有两颗。他说：“哎、欸，你一口我一口这样，然后饭团就是也一口，咖啡也一口。那次真的是蛮感动的。如果知道了你们真实的这一面，真的会忍不住更喜欢他们，对不对？好，我们再看下一题。好，香港的朋友聚起来。好，你们的手机上面都怎么称呼对方呢？就是送来的，很有爱呢。怎么样啦？”怎么样啦、啊？他们又不是 lover， 尊重好不好？好，那伟恩呢？我这好像很容易跟别人吵架，好，就写个，上面是写什么？英文吧？英文，我不知道，英文。那你要给我看一下。英文不要讲出来哦。啊，对啊。不要讲英文啊，那个、啊。就是俊智的英文。哦、OK， 好，都是俊智。没有爆点。好，没有爆点哦。有什么要讲什么？好，比如说。你要看我手机吗？还有很多爆点。好啦，可以出卖你啊！那我觉得我们要、应该是你哦。啊、哦！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要请美若康再办下一场的见面会，下次就是把他们那个手机爆料了，好不好？不行啊！不行啊！好啦，今天因为时间比较有限制的关系哦、喔，真的很想再跟大家多聊。不过呢，大家今天也看到这个互动这么的可爱，一定更喜欢他们了吧？好了，现在直播快结束了哦、喔，那这个韦恩跟俊智要不要对镜头呢，对大家说说一些你们的内心话、你们的感谢，或者是些情人节浪漫的话，可以跟粉丝朋友们说呢？我觉得在跟大家说感谢的话之前，真的还是要。谢谢美若康邀请我们两个来参加这次的活动，很多我们大的包括自己，然后也很谢谢真的所有支持我们的粉丝，跟我们一起购买了美若康，然后一起参加了活动，真的谢谢你们。我觉得我们要特别提一下那个，就是可能刚刚那个人临时进来的，就是还有晒单的活动，然后长头饰的活动，可是现在。只要有购买美若康的，我们就可以把购买的证明跟美若康的小编联系，然后就可以抽我们的签名镜子、袋子，还有签名照。然后美若康还有办了一个藏头诗的活动，就是用美若康来做藏头诗，然后也是一样可以抽奖。但是还是我的一贯风格啦，所以我还是想要跟所有支持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讲，一定要量力而为，然后要注意到自己眼睛的状况，如果眼睛有不舒服的话，请暂时先使用隐形眼镜。等你眼睛状况 OK 之后，赶快再多买一点美若康回来继续用，对不对？回来是不是，因为美若康不会。美若康是真的是非常好的隐形眼镜，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而且我们有一元世代的活动嘛，而且只要到我们的官网啊来去做登记，很快就可以感受到1块钱，然后呢戴了之后你就适合自己，你就可以放心的购买。那当然我们也是要提醒所有的粉丝朋友们，还是要先去找眼科医生啦，或者是一些专业的验光单位，了解了自己的眼睛再来买。而且他们这个度数0度到1200度都有哦，然后每一度这样子去找到适合自己，有可能450啊、250啊那些很精细的。1200度哦。对。哇塞。这样算很专业、很细心。对啊。不然有一些品牌他们有做到那么高度数，对不对？好，那再一看就知道呢。其实现在戴隐形眼镜的人，他需求的确非常的大，所以我们更要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分享好的美若康，让更多需要的朋友们知道。好的，那最后啊，那我要准备入镜喽。好，那最后我们也差不多，我们最后也差不多的要来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今天一直在希望多播一些镜头给两位小哥哥，那希望。
望所有的朋友们呢，今天的情人节夜晚觉得很开心，然后也知道有美若康这么好的隐形眼镜。那目前呢，这个台湾的这个振兴券，大家也可以拿出来买一波，尤其现在啊，买五盒还有送一盒哦。买五送一的活动，买五盒送一盒，而且呢，它现在还有一个赠品活动，就是你买1900块钱，就相当于买到了3120块钱的价格哦，很划算嘞。因为里面还有送面膜啊，大款些的。对的，我之前真的都是直接买五送一，可是这次还有再加面膜。没有，那时候没有。没有，因为你们的关系啊。我们一点关系啊。那都在那一次都买六盒起啊，好吧？那时候你拍的，刚刚。哦，夏其实很真实的告诉大家，他们一直都有在买，所以这一次呢，趁我们这个情人节的见面会还有见面的活动，大家可以把握现在这个好康的活动喽。好的，那么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哦，我们的 IG 玩藏头诗呢，找出最创意的句子就可以得到。这个韦恩还有俊智签名的小镜子跟皮带，这没时间了。啊？你的藏头诗，对的，藏头诗是什么？哦，都可以啊，我有我也有准备，我可以示范一个。好，就是美美的眼睛，若是被球打到，康乐股长会带你去保健室。可以吗？可以。怎么可以？传给我就说你这个绝对不行。这个康乐股长跟保健室有什么关系？但真的要说藏头诗真的有点难，就是有参加的粉丝们，我真的应该好好谢谢。已经很有才华了，好不好？好的，那最近啊还会有什么样的近期的行程可以跟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分享呢？近期就是我们还在排练《欢迎光临主厨之家》。近期的话也是希望啊。对，还有预知梦，我刚唱完就忘记了。哎，你今天才是未发现。对啊，你看我都多紧张了。今天，你们都知道是谁哦。好，今天预知梦已经上线了，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那我的话呢，就是目前《沙姆雷特》的首演已经告一个段落，但接下来下半年，各个月。蛮多时间都会在全台巡回的，那除了这个之外，也是同步一起排练的《欢迎光临主厨之家》，然后，先不要讲好了，好，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欢迎光临主厨之家》，虽然现在票已经卖完了，但还有没有其他机会呢？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讲啊？好，有请我的。反正就是可以说，反正就这样，好了。然后，《处女养成记》第二季也正在筹划中，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跟期待。然后这次嘉敏的戏份，哇哦，哇哦，哇哦，请大家一定要好好期待。那我可以去看吗？讲好一定会来的啊！想再确认一次，现在有那个摄影机吗？而且，对哦。作证，好，那你没有来就完蛋。一定会稍微情绪勒索了。第二季真的要很感谢艺文老师是让我们有更多发挥的空间。为什么我说我们呢？这个就请大家继续锁定，这样大概是这样，也下半年。现在没有人要接话的意思吗？那我要继续讲喽。谢谢，真的还是要特别感谢你这个大舅，好不好？我觉得真的要很谢谢美若康，真的谢谢你们。我觉得我，怎么那么突然？谢谢美若康，好，谢谢。对啊，我觉得不是啊，不止我们要谢，你们应该也很谢吧？对不对？因为我常常看到很多粉丝朋友们在网络上面现实动态 tag 我们，然后就会说真的非常谢谢美若康，因为。如果没有美若康的话，我们好像就比较少有除了演出之外，比较少有这种活动可以跟大家见面。对啊，这次也是因为美若康，然后有了这次的活动，其实也很开心，然后也是就可以看到大家，然后最重要就是也不是什么，就是今天那个新歌，新歌第一次唱，然后心情当然有点
好吧，那再分享一下你们今天对于这样子这么近距离的见面会，当然以后还会有更多其他的粉丝朋友们，比如说还有机会未来可以跟内地的啦，还有一些国外的粉丝朋友们，可以吗？一定有机会啊！美肉汤的大大先许愿，先许愿，先许愿，欢迎大家来许愿哦。可以吗？还要海外的朋友们，哎，许愿许起来！姐姐说可以了。那你们今天这样子见面会 的感觉是什么？像小吃摊刚开始很紧张，他第一次唱歌给见面的粉丝听，就是今天耶。对，就是今天。第一次唱第一歌，还是下一次美肉汤的直播就换我唱一首。好。你唱《预知梦》，然后他演沙姆雷特，可以吗？我可以吗？演，这可以吗？我可以吗？不要，你是另外一个感觉。我可以唱另外一首歌了。好，要不要现场来？你可以唱吗？现场不要了，不要。自己 cue 自己来唱。我怕唱错哎。没关系。清风细雨。热闹接近，我不要，我在什么那什么什么什么的。那刚刚两句可以，对不对？后面再飘了，哪里可以？赶紧都。因为我人美心也美啊，是不是？因为你是带新样。对，因为我带美肉咖，所以我就跟着美了，心也跟着美。一定要这样子。好啦，谢谢大家。那大家对于今天这样子见面有没有很开心呢？哇，我们这样直播满满的一小时，播好播满，对呀，一小时一唱就过去了。而且你知道我们有韦恩这样子这么能聊的，然后就这么的真心的朋友，就觉得说虽然说是粉丝，就感觉就像是他的朋友一样啊。好的，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呢你想要找让自己的眼睛更漂亮，然后再想舒服的这个眼睛品牌，要挑哪一家呢？美若康。好的，那么在这个小班长，好的，那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啊，那也很开心，都想为来谢谢卡姐，好了，有机会希望可以有礼貌的小班长，还有小智，希望有机会呢，也可以邀请到他们到我的电台节目来，好，让你的这个专辑以后，然后慢慢的让它更完整，然后还要报名一些音乐奖项，然后。要请你上我的节目。好的，那在最后呢，我们再请小智再唱一次他的新歌现场演唱哦，《预知梦》。谢谢，那我们期待下次很快跟大家再见面喽，拜拜。好。哦。小智加油。有声音吗？有。要不要换椅子？喂，我要在旁边哦。对。伴奏。风吹过后，散着光晕的脸。我走在路边，期待着谁出现。掀散我一地没有姓名的秘密。我说该怎么说？太多疑问的现在，气象预报看不到将来，看不到将来。模糊之间有什么清晰？抹去快下雨的表情。如果我能预知未来是让温柔的毛毯，这或许就能勇敢不迷惘。过去的手轻轻捧着我远的万花筒，看着望着的未来就是现在。风吹过后不再平坦的脸，我走在路边
看着他们出现，丢散落一地，竟然有许的秘密。我说都不用说，如果我能一直未来是张温柔的毛毯，现在或许就能勇敢不迷惘。过去的手轻轻捧着我愿的晚花，看着望着的未来就是现在。几分想念给昨天，线照片线给明天，我只有在时间心寒，而我还在平凡的日子里面纠缠。风吹过后不再平坦的脸，我走在路边看着他们出现，独散落一地，竟然有许的秘密，说都不用说。谢谢大家。好，我唱完了。今天真的很谢谢大家，不管是到现场来的粉丝朋友们，或是在 线上支持我们的。在今天这个晚上跟大家说七夕情人节快乐，然后希望大家就是买到我喜欢的东西，然后大家今天晚上是过得开心的。好啦，谢谢大家，大家晚安，晚安，情人节快乐哦，情人节快乐。